年这几天大鱼大肉吃的我都瘦了11斤半了，所以今天做了一个开胃下饭的酸辣爽口还解腻的素菜。油不需要太多，爆香葱蒜小米辣后加两勺生抽，一点老抽调色，烹出酱香气息后倒入藕丁翻炒，加一点蚝油，一点香油，继续翻炒，千万不要放盐，否则成了咸菜，不要怪我啊。出锅前沿着锅边铺一些香葱就好了，剩下的就多准备米饭吧。